声音帮我给我大一点，谢谢谢谢，我们的音响终于有声音了，太感动了。好的，各位，咱今仔日赢去良心，会当讲喜气洋洋，洋洋喜气。感谢着咱福安宫，感谢着咱淡水林家的机会，来自咱淡水阿上佳好亲友，非常精彩，飞龙团三将。诶，这个金龙，咱伫嘉兴年会当看到龙的表演，祝福这些在座的好气，啊，为咱嘉旗，为着咱祝福。很主席啊，是第三轮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第三轮的表演，哪里讲啊？这个龙啊，啊，一定要有龙珠来带，啊，这个进场的表演呢，通常都要经过三个回合，啊，这个代表是一个礼啊。咱会当讲，从天文到新年，啊，看到龙阵的表演，啊，是咱这些在座的福气。感谢着咱淡水林家的年会，咱的顶哥，啊，把感谢着咱的小支会长，啊，我们的副会长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轮，好、哦，各位，我们看得到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啊，龙咧盘旋，咧回程的时阵就会翻云覆雨，啊，这就是我们。中国人呐、啊，啊，台湾人呐、啊，对于龙的想象，啊，龙在飞翔的时候就会下雨，啊，这个星云布雨啊，啊，龙的传说非常非常的啊多。谢谢我们的林嘉玲会，感谢第二代飞龙团，谢谢老师。各位，咱的龙阵呢，在咱古早的时代啊，会当讲呢，啊，是这个全民运动啊，在农村社业时代啊，大家这个农忙之余啊，啊，为了来训练我们的体能，哦，所以你看大家都跑得气喘如牛啊。谢谢，感谢着来金龙来献水，非常的精彩，掌声谢谢，感谢咱的这些龙阵老师。非常精彩的祝福，感谢着咱点歌。非常精彩，在哪里呢？然后三尾龙，各位现在你正看到龙跟龙如何互相的来参拜，龙跟龙如何来互动啊？那不只是狮子哈啊，这个龙啊，祥这个祥龙献瑞，金龙献瑞啊，龙跟龙怎么样来互动？啊，各位，咱现场会当感受到，天气虽然乌阴，但是咱有龙阵来给咱加持。啊，这个祥龙护会啊，啊，今仔日大家有这个刚好在看得到。啊，这个都有套路的哈、哦啊，要有套路才可以。这个走位啊，要如何才不能打劫哦？这个才是学问啊，走不好就会打劫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
推开 ，Hello， 我们看表演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把场地推开，谢谢。这是第二条龙了哈。好，帽子掉了啊，注意安全，谢谢。这个传说啊，龙在星云布雨的时候就会下雨啦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场飘起了小雨，等一下雨就会停了。可以说啊，这是环境剧场哦。我们现场能够感受到龙呢，在我们现场翻云覆雨来制服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看。接力，接力，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各位呢，我们在观赏这个龙阵的表演啊，啊，感谢到咱的亮丁，咱的飞龙来祝贺。在台湾呢，我们有竞技龙啊，有传统龙啊，有这个叫飞龙。那龙阵呢，都是非常耗体力的一项啊义阵表演哦。来，我们再把场地给挪出来。第三轮啊，我们的这个龙呢，要继续的要来星云布雨，给大家降温一下啊。好的，我们永安社副社长也下海了啊，不简单不简单。我们的阿扁扁哥，哦，龙头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哦，这个要人灵的，今天也要多，我要多人灵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哦，谢谢，咱的副社长也下来了，来，掌声鼓励，别再闹鬼哦，扁哥，扁哥，全世界都在直播啊，啊、哦，全世界都在给你直播啊，谢谢我们的淡水林嘉玲，因为今天别开生面的来跟我们永安社来做非常好的互动。因为咱暌违了四年啊，因为咱的疫情啊，因为咱的信用，因为着咱的坚持，今仔日咱才有这个场面，感谢大家。金龙献水功，苦霞降吉祥，来接力接力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很出席，我们要来颁发。啊，那个纪念牌匾给我们淡水林嘉玲一位，感谢我们的点歌，来，我们来拍个大合照，拍个大合照。这样可以吗？在后退，来，再帮我们往后退，画面腾空，来，有一个拍照的一起入镜，谢谢。感谢着咱淡水林嘉玲一位，感谢咱的顶哥，感谢着咱小副会长，感谢着咱的副会长。啊，这一次我们的张天光彩啊，会当给咱好奇。大家非常十二万分的感恩以及感谢。今天
咱所有赛车的人，咱共同拢在写历史。今仔日咱坐坐现场，亲爱嘉宾、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拢在见证历史。咱280周年，咱和安江啊，守护着咱天母地区，以及咱永安社发展啊，有165周年的这个时间。看到咱各位啊，这个历史，在哪里？咱伫咧疫情之后啊，暌违了4年，来办理着平安吊灯大典。哦，他们的那个人要钻进去跟钻出来都好厉害，有没有？哦，要无缝接轨啊！哦，看了就觉得真的是很厉害，一定要练过。哦啊，如果没有看清楚，那个杆子就打下去了。哦，真的很不简单。第三轮，谢谢，很精彩，很精彩。各位呢，我们现场听到呢，这个是龙鼓啊，这个龙啊，那个鼓丁啊，啊，这个鼓声 啊，这叫龙鼓的这个打击乐。啊，龙鼓跟西鼓呢，究竟就是不同款。好啊，你听到这个鼓声呢，就很象征着这个龙啊出现了。啊，接下来要换谁？掌声，我们来感谢，谢谢，咱感恩着淡水林大林议会，感谢我们的点歌，欢迎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精彩的表演。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淡水林嘉联谊会来共襄盛举